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由于等一下打奥丁，所以决定就把人面鸟给蛇妖吃一吃了。为什么要给他吃？因为技能名称相同，运气好的话看可不可以吃到满技。我现在还有三只人面鸟，我打算一只一只吃。目前是 CD20。哦，技能看一下。哦，石化，这一只也是石化 CD20。我来试试看看会不会一次升两级。是必升的没有错、啊。哦，升两级，太好了。再来一次。是 CD18， 哦，一样。我们再来看看会不会再升一次，因为 CD 越短当然是越好了。17，很可惜。哦，我们一样继续强化。给他吃主要也是只是因为他的技能是一样的，没有别的原因。当然有人可能说很浪费，可是见仁见智啊。因为升到两级，我等于是多赚一次啊。16、15，没有，好吧，那。最大的哎，哦，最大 CD16， 我不知道。好，这个升级的部分就到这边为止。哦，等一下再来测试那个打奥丁的部分。谢谢啦，拜拜。